全听你说，快看版。制作人哈，就是幕后跟艺人两个，目前这样这两个身份，哪一个让你最爽？艺人演员，演员，演员跟制作人，哪一个让你觉得最爽快的？最喜欢还是演员？还是演员。我觉得演员在创造一个角色的过程当中是很过瘾的。你把这个角色，你突然有一场戏，你觉得哇，演得真好。自己有时候如果自己都觉得自己演得真好的时候，那我觉得应该还是蛮好的。我也觉得这部戏演来，你觉得好过瘾，好爽快，把你的整个情绪都宣泄出来。这一次这个华灯初上的妈妈桑，是你的心愿吗？是，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说，因为拍完十六下之后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你想要接下来你想要拍什么？我们再帮你写一个戏。”我说：“我很想要拍演一个欢场上的小姐。”因为我就像你说的，我的这个外表就很难会有人找我演小姐妈妈桑的这一种，讨厌，每个人都叫我演妈妈桑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的好朋友第一次卡戏，第一个不二人选就是我最适合演妈妈桑。真的哦，就是那你看起来很豪爽，会劝酒的感觉。你是不是？就是我的私底下是这样子，荧幕上我就不是这样子啊。有没有什么特别特别你想演的？妈妈桑你已经演了，你说这个是你 talk 出来的一个想要演的突破角色。我还有什么？想演喜剧，真正的比较正规的戏剧的那种的喜剧，轻松一点。那那个是轻喜剧，你不是想要那种爆笑喜剧？不是，我可能那个我还好。